好，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哋談清說白呢個節目，又係我同 Alex 啦。咁咧今日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啲即係 update 下啦，關於 cryptocurrency 嘅市況啦。咁其實之前都講過㗎啦，因為呢幾個月咧其實都係 IEO 呢個 topic 咧都主導咗呢個市場，亦都係一個好好嘅獲利位置，想同大家 update 下啦。咁其實 update 啲咩咧？其實咧自從其實之前講應我應該講嘅其實就係貨幣嘅，貨幣咧自從佢哋 IEO 咧出咗一個 top 啦，第一個浸升咗廿倍到啦。咁咧話説咧就佢出嚟二個 IEO， 咁佢哋嗰只 IEO 咧就叫 Newton 牛頓啊。咁其實咧都有一段故事可以講啊。咁話説咧，其實我知呢個 project 咧，佢未上貨幣之前我已經知道啦。點解咧？因為咧本身咧我係一個大陸做緊分嘅朋友咧，佢喺大概半年前咧，佢同我講。佢已經係投咗呢個 project 㗎啦，佢已經係佢基石投資者嚟嘅，即係嗱呢個 Newton 咧，佢哋已經係轉網上線曬㗎啦，即係佢哋舊年年底咧已經轉網上線，即係佢嘅 blockchain 咧已經係 launch 咗出嚟，係可以俾人用㗎啦。咁話説咧，咁嗰時咧好坦白嘅，因為嗰時咧我哋中國市場咧仲係我一路識嘅，但係咧對中國某啲 project 咧我唔好認識嘅，我都抱住一個比較懷疑態度嘅。咁好多時咧，啊牛頓幣啊，喂，即係好似咧，好似個名咧，我流流地咁，但我呢個朋友咧，佢係做開分嘅，咁佢 crypto 分自己投咗啲啦，基石咁投咗都唔算好多，但都唔少啦。咁咧，我一好奇，啲牛頓幣都得嘅咩？但係佢用呢個名啫，但其實佢後面嘅嘢又唔係假嘅。咁我就冇一點去深究佢啦，即係我冇點去研究呢個 project 咧，覺得哦冇問題啦，應該 OK 嘅，我 friend 都投得，同埋佢有識嗰個 founder。同埋原來我之後先知道，原來另外一個基石投資者都好出名。我之後先知道，唉，真係走寶啊。anyway， 咁咧跟住咧，今年三月貨幣話第二個佢哋 IEO 就係出呢個 Newton 嘅時候咧，我即刻同佢 friend 講：喂，你發咯喎！跟住佢又謙虛同我講：唉，唔好講呢啲啦。但我好肯定，佢淨係一上 IEO 嗰下咧，嗱，上 IEO， 我哋可以投個價，同埋佢最高價咧都係幾倍嘅啫。但因為咧，佢已經一年前投。做基石輪㗎啦，佢冇五十倍咧，我都跟佢食嘅基本上，咁所以真係㗎，我肯定。咁佢好開心，佢冇同我講賺幾多錢，但係即係咁佢，我見佢微信日日推我都知啦。因為佢都幫咗呢個嘅 project 咧，因為佢已經年紀嘅 project 唔係，因為咧 IEO 大家要明白一樣嘢，其實咧大部分而家嗰啲 project 咧其實唔一定係啱啱開始嘅，有啲話而家做 IEO 可能只係可能唔知第幾輪咧 sell 少少俾 public 做，其實個目的咧。某程度上不是集資，因為咧其實咧而家我覺得 IEO 咧其實個集資額咧好少嘅啫，最多可能幾秒，係人民幣咁，甚至乎係可能即係對好多可能已經集咗資嘅集咗資嘅一啲 project 咧，其實唔係一啲好大嘅錢，但好多時咧佢係希望收到個 marketing 嘅效果，做大 community， 咁所以即係我自己都知道咧，有一啲 project 即係我自己係跟開嘅，佢哋本身已經係可能有成幾十秒接近100秒嘅即係投資啦。咁但係而家佢哋都想做 IEO 嘅，而家係開即係逐一定會做嘅。咁呢一類嘅咁就投得過啦，基本上投得過啦，即係絕對投得過。但係大家要知道有樣嘢，唔係你想投就投得到嘅。點解我咁講咧？咁因為近排咧除咗火幣同 Binance 之外咧，除咗依兩個大交易所咧，一啲中二線啊或者一線尾嘅交易所都開始有啲 IEO。咁咧佢啲 project 咧係 OK 嘅，但咧。你想投都唔係投到，點解咁講咧？話説咧，近排另一個交易所 GIO 啦，佢哋出一隻新嘅 IEO 啦，你投咧，你投幾多錢都好咧，佢都要俾$120你嘅，即係1000蚊都唔夠港幣。但我想講今日開盤，即係我錄應該當日開盤啦，佢升咗200倍，但係我想講你係最多你都係投到$120嘅啫，即係佢就算你俾$100落去啦，佢都俾$120你嘅，因為其實就係佢太多人想投啊，好似唔知超額咗幾百倍咁類似咁樣啦，但係佢你唔同 IPO 佢唔會有回撥機制啊，懶過抽新股，懶過抽新股，你抽咗少少，即係你賺咪賺一皮嘢咯，咪都係賺錢，但係你要投，但係咧呢、這個即係 GIO 有一個好處係咩咧？佢咧唔抵搶嘅，你在佢個限定時間嗰兩個鐘之後，你投嘅話咧，你都有份。但係咧，越多人有份咧，你咪分得越少咯。咁所以點解即係講呢樣？其實我見到，即係我從呢兩個嘅經驗啦，我見到一嚟其實好多 IEO 嘅 project 咧係其唔係為咗集資㗎，其實已經係，而係純粹好似Alex咁講，係為咗做大 community 啊，做 marketing 啊，又或者某個程度上係希望多啲人去參與呢個市場。咁話説咧。
我呢個朋友，即係呢個同呢個 project 咧，佢投完 IEO 之後咧，已經吸引咗另外一間嘅風投機構啦，即係啲做 VC 嗰啲機構，又去再投一筆一千萬到人民幣嘅投資落去啦。咁、所以好，其實即係其實可能佢嘅目的就係為咗係啊，佢個 marketing 嘅效果，係啦，為咗多啲人識啦，為咗個 connection 啊，始終都係。係係。咁所以我都係我唔敢話叫大家去話即刻話要投啦，但係。呢、這個 IEO 樣嘢，只要唔係做到好，即係唔好做到爛曬啦，好爛曬。咩叫爛呢？即係我最怕一件事就係、是、咧，一啲係即係其實個 IEO 嘅好處係咩咧？叫做一點就係咧，有交易所去把關，係啊，即係交易所咧，佢幫你去篩選篩選下，同埋咧佢交易所始終你去嗰間交易所 IEO 嘅，佢俾你上幣，你有交易，即係你要等。佢上幣即係上交易所啦嘅時間會短好多，但係我最怕嘅就係咧，當啲交易所為咗賺，因為其實做 IEO 佢哋要俾錢嘅，為咗去賺錢，即係可能要做到好平，甚至乎不理任何嘅項目嘅質素都擺上 IEO， 佢唔理自己聲譽，即係我做爛嘅色咁樣做 IEO 嘅時候咧，咁咧對於個 IEO 嘅市場嘅影響就好大啦。特別單獨咧喺我即係我依幾個月咧觀察。開始，因為都係開創嘅階段咧，大部分交易所都係想做好自己個 brand 去嘅，因為其實佢要吸，即係你個 brand 好，啲 project 先要俾錢你去你個平台都上 IEO 噶嘛，同埋要吸引到用家嚟咯。係啊，咁所唔係啊 ，GIO 呢個 project 佢特別之處係咩咧？因為佢做 IEO 咧，佢好似咧吸引咗大概，因為我有朋友喺 GIO 裏面做嘅，佢哋好似吸引咗大概用户我唔記得咗，但好似突然間吸引咗大概1亿。美元的資產入了呢個 GIO 度去投資，其實都見到啊，你 IEO 度交易所的生意都很有幫助。係啊，所以暫時咧，我見到話，即係有邊間交易所話特登去做爛啊，佢特登去做平不理成本咁樣去做啦。但係當呢一日發生的時候，大家就要留心咧 IEO 呢樣嘢。但到而家為止嘅，我相信未來兩三個月，我相信應該都很安全，都安全嘅，都健康嘅，基本上都是不是叫大家搶啊，即係唔係叫大家投，但係基本上都暫時都係搶到都贏嘅，基本上可以學習一下先，大家觀察一下，可以學習一下先，因為始終啦，即係 cryptocurrency 都係一個高風險嘅市場嚟嘅，同埋非常高風非常高風險啦，同埋都有好多好多古靈精怪嘅嘢啦，即係你投我投得 IEO， 因為我只係投 ICO， 即係好坦白嘅，投多個有贏有輸啊，係咪先？我都唔會全部贏曬啦，但中間有好多係好要去留意嘅東西嘅。咁大家未來之如果真係要玩 IEO 嘅時候，都要留意一下個風險咯。雖然暫時嚟睇，我見咁多隻好似冇乜邊係破發，但即係你就係百倍都有，但係就大家都要留意個風險，因為始終都係一個成個 cryptocurrency 啦，都係一個unregulated 嘅市場啦。咁 Alex， 你點睇呢個市場啊？而家你而家呢幾我會嗱，如果係講 crypto 嘅話咧，其實呢幾個月咧都係一個好好嘅投資嘅時機嚟嘅。講真，即係好多嘅投資指標都係即係向好嘅呢樣嘢。咁所以我會覺得大家可以研究一下，咁睇下有機會嘅話就即係可以玩少少先啦。但係唔係即係鼓勵大家去瞓身落去嘅咁。咁另外，但係譬如 IEO 嘅話，亦都可以學習一下先啦。因為始終呢幾個月咧，大家都喺度即係做上好多唔同嘅 IEO 啊咁樣。咁如果有機會嘅話，咁大家都可以睇下點投啊，同埋睇下啲 IEO 嗰啲表現咁樣先咯，係啦。其實我自己就覺得，因為如果大家是一個啱啱開始去接觸 cryptocurrency 嘅話咧，我都唔係即刻話會叫大家去買 IEO 啊？點解咧？因為咧，其實本身你投 IEO 之前咧，本身都牽涉咗咧你對 cryptocurrency 嘅認識，即係你例如我投 IEO 嘅，你可能你一定要有 cryptocurrency 啦，或者你要有嗰個平台嘅平台幣。但係咧，有啲平台幣咧就真係冇買，即係係有啲平台啦，我見我有啲平台咧係即係 unregulated 嚟嘅，或者真係個名聲好差，或者本身佢入邊嘅操作唔係好好嘅。咁其實佢平台幣嘅價值唔高嘅時候咧，你買個平台幣都會有虧損嘅情況啊。係啊。咁其實當中裡面投 IEO 之前，你買個平台幣啦，買 Bitcoin 或者你要攞個 USDT 又好 ，Bitcoin 又好 ，Ethereum 又好，其實大家都要去學習一下成個市場嘅走勢，因為咧其實咧有時候咧，我想講 IEO 嗰個高風險啫。高回報啦，但係同一時間，如果你唔諗住 IEO 想玩下先，其實咧你
睇住呢啲 IEO 去投嗰啲平台幣，即係我意思係咩咧？即係睇佢嘅機器出 IEO 而去投即係平台幣咧，基本上按過往幾個月經驗，基本上嗰個嘅準成度都高嘅，因為每次你臨 IEO 之前，大部分啲人都要去大舉掃個平台幣，因為佢通常有啲嘅比率，即係派即派到俾你個幣嘅比率係會高啲嘅平台幣嘅話，咁所以其實如果你嗰個風險，你咪可能揾啲好啲嘅平台，咁你淨係買個平台幣，咁嗰啲平台幣係信得過嘅，咁有幾個啦，咁我唔講啦喺度，咁無謂無謂，即係唔識咧，好都危險，我覺得，咁所以其實有好多，即係我雖然我哋呢幾集成日都講 IEO 或者 ICO 各種方法嘅，但其實咧 ，cryptocurrency 有一個特點就係咩咧？你要明白咗個原理之後咧，你唔投嗰樣嘢，你有其他方面有一個更加安全獲利，即係去到投資嘅。嘅東西咯，甚至乎嘅你同 IEO 嘅走勢，你可以預測到最安全嘅 Bitcoin 就係而家最安全嘅 Bitcoin。咁究竟佢哋之後個發展咪係點樣？因為其實好多時資金入場咧，要透過 Bitcoin 先入到場，咁你都會對一個 Bitcoin 嘅長遠嘅走勢會有一個嘅影響。咁如果你儲幣嘅，咁你知道幾時升幾時跌嘅，咁你幾時都係一個好嘅時機啊！即係如果你問我而家嘅。成日 crypto 嗰時發展嘅，咁 Bitcoin 都係5000多蚊都企穩咗啦，都望上啦，望上啦。咁大家可以喺5000多蚊，即係幾多錢都好啦，5000多蚊嘅。咁你如果你 strong hold 嘅係，基本上都暫時都安全嘅，因為我都見唔到一個好大嘅因素會突然跌極都有限啦，叫做跌極有限咯，即係跌極有限。但係即係你即係用技術分析嘅，你直播率高咯，即係你向下。即係你問我係會跌破3000多嘅，基本上個可能性好低。但係你升穿嘅，你可能上過萬兩萬，甚至乎因為配合埋來年嘅 Bitcoin 減半嘅，你直播率超過1:5嘅，咁基本上你即係呢個嘅直播率，咁我覺得係值得。咁當然啦，好似Alex咁講，其實玩 cryptocurrency 注碼控制好緊要嘅，因為其實咧始終都 book 大市場咧，當你注碼控制得唔好嘅時候咧，咁你嗰個承受壓力嘅能力就自然會低啲啊，咁你就對個波幅就更加會大影響。其實好多時，我諗大家投資都知道啦，好多時投資贏唔係淨係贏，即係要贏嘅，唔係淨係你識得睇升睇跌，你識得睇升嘅，你早咗走嘅你都係輸，甚至乎可能或者分支乎可能跌少少你都係輸，可能升翻嘅。最後嘅係你嘅買賣嘅策略，買賣嘅注碼同埋買賣心理咯。咁所以 Alex 講得好啱嘅，喺呢個市場始終都唔適合借錢嘅。咁最多你仲用你的錢去玩那些期貨，即是他那些期貨而已，長揸好一點，長揸好一點，長揸好一點。我短炒呢，當然有些很高手的，他們說短炒100倍那些，那我不排除他們贏錢，但我相信是少數人才做到的。所以我自己都覺得，即是你短炒都不要緊，但你沒有短到一天兩天，你長揸永遠都是長揸，永遠都是即拉長來說是贏過短炒的。所以大家都可以去學習一下。Alex 有沒有什麼補充？都沒什麼了。好啊，今天時間差不多了，之後再跟大家 update 關於 cryptocurrency 的示範。好啊，拜拜。